2012年8月25日下午1:45，我在信义聚化区看到这条小巷，不禁想起，可能是有两三年了吧，在这边看到树木被凌虐的情形。现在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。唯一的遗憾是看到其中有一棵树，被从树干中不懂是什么状况，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。这还长出一片小叶子，应该是还有生机。一圈小叶子，表示它是活着的，我不知道。